么中租十月份的营收25亿元，年增超过了30%，创下今年单月新高纪录。展望第四季，中租表示，目前中国大陆的业务动能都维持稳健向上，再加上第四季是中小企业资本支出的旺季，因此预估营运可以持续增温，获利维持成长态势。